而适逢瑶池金母圣诞千秋，县长徐祯蔚十五号专程前往吉安乡圣地慈惠堂以及圣安宫来上香祝祷，感谢上苍常年守护花莲乡亲的健康，并且祈愿花莲县运昌隆，百姓安居乐业。适逢瑶池金母圣诞千秋，县长徐祯蔚十五号专程前往吉安乡圣地慈惠堂以及圣安宫上香祝祷，祈福青年上线的徐祯蔚协同立委傅坤奇、副县长严新章、代理秘书长柔中以及各局处首长信众敬神见天，参香虔诚祈福，恭祝瑶池金母圣诞千秋，祈愿上苍赐福降祥，庇佑花莲和境平安顺遂，事事无灾，场面庄严肃穆。县长徐祯蔚表示，花莲县境内风调雨顺，皆归功县民诚心为花莲祈福，期盼信众保持虔诚信仰，让上苍持续庇佑这块净土风雨无阻，或有乡亲的身心里能够安定顺遂，家庭幸福安乐。记者中央记者报道。